三十。那个同学，不好意思。Hello。我可以坐你旁边吗？好啊，可以啊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是怡柔啦。我是雨暖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哦。谢谢哦。谢谢哦。到了大二要分组。Hello。雨暖，雨暖，那个我这次可以再跟你一组吗？哦，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谢谢，你真的超给力的。我说上怕我被当哎，谢谢哦，再麻烦你了，谢谢哦，拜拜。啊，不就每次都是我在帮你弄。大三十午餐要吃什么？Hello，今天有来哦。对啊，今天有来啊。真的，翘课吃午餐。走，翘课，翘课吃午餐，吃午餐，好，吃午餐。大四十走在路上。Hello，Hello。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吉他社带来的 Hello。耶，有声音，耶，嗨。那个我们。第一团，所以比较大的，声势浩大，然后跟我们跟管乐性质比较不一样，他们是属于表演，对，然后我们有一些歌唱，好，然后好，介绍一下我团员跟我好了，我叫逸晨，然后我是已经毕业学长了，然后对，然后今天回来唱首歌。从右边开始介绍，他是第五届干部，他叫志谦。然后接下来是吉他手，也是第五届干部，他是纯佑。然后再来是跟我一样同届第四届的干部，他叫小李。然后再来是钟庭，他是现在第七届的副社长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带来这首歌是米先生的《Hello》，我觉得他副歌后面那个不难。大家可以一起唱，大家可以一起唱。就是我等一下那个啊，好，就是那个 Hello 那边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唱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Hello， 谁？好，等一下大家陪我一起唱那个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那个贝斯 ，OK。我们副歌试一次，好不好？等，啊，那个。天空以上的世界，如果你也曾想象它的美，记得说 Hello， 在那个约好会面的地点，如果你先见到了它的美，听我说 Hello， 好 ，OK 哦，都好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等一下，再一次好了，再一次。我就有点紧张，没想到我也会紧张，真的有点紧张。真是先紧张哦，我好紧张哦。那你不要紧张啊，那么强。好，我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想起来了，掌声不够热烈啊。好，来吧。醒着就别急着睡，再给自己更多。
到了她的美，替我说 hello hello hello。 等一下一起唱好不好？是被拖鞋撕成纸屑，走在胡同里再多绕几个圈，没太大差别，只有自己挡在你面前。别再来再远，你傻傻的排队、yeah、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，别急着说再见。要走到天空以上的世界，如果你也曾想象它的美，记得说 hello hello hello。 在那个约好会面的地点，如果你先见到了它的美，替我说 hello hello hello。Yeah.